好了，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，全场比赛正式开始。这边的角球向球门的方向来撞，来了，看看头球，哎呦，这个球在门线前被门将给抱住，很险啊！这次刘振礼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。丁海峰一脚直线球给过来，再打到边路，看看这次高拉特其实地下停的不是很理顺，不过传到后点方向，马上头球摆渡下来，直接一脚凌空打门，刘振礼漂亮的扑救。哎，我们先来看这次邹正。很少会看到他今天参与到进攻当中，好球，转移球转移的不错，左脚的大门非常漂亮，年轻的小将郭亚雄发挥也是非常的稳定。先来看一下丁海峰这次的任意球，地平球给过来，右脚直接打折线，球进了。这球高拉特往后撤，然后呢大家都在看着他往哪儿走的时候，球给到禁区线上，王秋明上来一脚冷射，所有人都没想到，没错，包括刘嘉申，你看今年也是每场比赛都打满。嗯，他实际上在去年中甲才第一次打上主力。好球！先看这球啊，尹洪博倒三角给这个位置，高拉特的推射打得比较正，刘振礼把球给压了下来，没推好。啊，尹洪博这要传球啊，你必须要说他的观察能力和他最后传球的那一下给的精准度，一个变向左脚的送球给的不错，看看青岛的反击。那黄海很好的一个反击机会，右边有两名自己的队友，给的落点很深，这个球解围没有能够解围好，不过只要大门打呲了，王菲的射门踢飞了。米纳拉外围拿球，自己选择了一脚远射，这个球是打偏了。来看一下这球，看就一个五后提高点啊，哎，刘嘉申的头球，哎，看看，哎呦嚯，往门前再打，这个球米纳拉很灵活啊。先来看这次进攻，朱元荣的拿球，右边有套上，但是选择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转移，确实这边是弱侧，而且是亚历山德里尼所在的方向，左脚直接传，看看后点方向，跟进大门漂亮，哇，这个球太脆了，朱建荣，没错，来自于亚历山德里尼的助攻，朱建荣的射门得分，两位替补登场的球员确实在随后给球队带来了帮助啊，两个人这相当于横跨四五十米的二过三，对吧？马上突了一个反抢，丁海峰把球带出来，看看这次全进头球漂亮，刘振林也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，我这球顶的也棒啊，嗯，应该是尹洪博绕来绕去啊，但是需要把球分出去，梅米索维奇再给保利尼奥分呀，直接选择斜长了，也不错，斜长传梅米索维奇漂亮，外围的一脚凌空抽射，这和刚才朱建荣那一样厉害啊！没错，两个人的射门都很精彩。当然，梅米舍维奇这个距离更远，而且感觉球速更快一些啊。刚才谁说人家远射差来着？是吧？咱俩这个，你别说这保利尼奥防守上啊，还挺难过的。哎，马上亚历山德里尼是一个反抢，把球带出来。哎呦，背后的这个铲球，孤胆英雄啊，有报复动作，这一下红牌，而且是一个直红。嗯。直红是给到，看看应该是亚历山德里尼，对，他倒地之后有，他觉得对方是有一个铲球动作，对他是有一个伤害性的，所以他马上给一个报复性的动作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雪上加霜啊，损失很大，而且你得考虑下一轮，是吧？没错，出了什么混乱啊？这个镜头刚才在回放，肯定也得给牌。吴指导也很愤怒，这个